迎晒各位观众翻到嚟天下杯足球赛嘅现场。今日第二场比赛嘅队伍包括咗穿着白色球衣嘅高登之友，同埋穿着绿色球衣嘅 Vid FC。地点系 Arcadia 嘅市政府足球场。而家开始球员嘅进场仪式。今次嘅球赛系由天下卫视主办，由麒麟圣烟冠名播出，高登眼镜全程赞助。主办单位请嚟咗天下卫视嘅台长陈青女士，同各位队员握手同埋拍照留念。合照之后，我哋而家请嚟咗天下卫视嘅副总裁程方舟先生、华星球队嘅创办人之一邓永卓先生，同埋 Vid FC 球队嘅队长冯学杰一齐踢出第一球。比赛正式开始。上半场一开始，穿着绿色球衣嘅 Vid FC 攻势已经非常之凌厉啊，令到高登自由冇办法唔犯规啦。开场唔够30秒啊 ，Vid FC 嘅攻势已经好似洪水咁猛啊！14号即时射球，好彩高登自由嘅黄天任将个波停止咗。其实黄天任咧就系之前广州军区嘅队员嚟嘅。同大家介绍下两队波啦，穿着绿色球衣嘅越南裔队伍平均年龄大概系30岁，而白色球衣嘅高登之友咧平均年龄系50岁啊。两队波相差咁远咧，可以讲得上系非常之罕见嘅。越南队又再第一时间就进攻啦，15号球员将个波交去俾14号啊，踢入门，哇唔中，9号再补射入咗啊，哇都唔够2分钟啊，即刻就将分数带到去1-0啊，简直犀利啊！不过咧，千祈唔好睇小呢个守门员啊，因为佢已经60几岁，咁样去接波，简直犀利啊！佢嘅名叫做黄明辉，系前台湾国家队嘅队员。如果越南队继续以呢一个迅雷不及掩耳嘅速度去进攻嘅话咧，咁高登之友就一定要攞出佢哋嘅技术啦。今次嘅比赛可以讲得上系年纪打年资啊，力气同技术嘅竞技赛啦。不过今次嘅高登之友其实有好多嘅前国家国脚喺度噶，所以咧一啲都唔使为佢哋担心。即时间18号秦国荣咧就已经攻入咗去对方嘅底线啦，然之后将波交到去俾8号嘅梁伟清医生啊，梁伟清医生再将个波交到去俾国脚吴群立，吴群立45度角一射，哎呀高咗啲啊，睇落去就有啲似入波，其实咧就去撞到铁丝网嘅。即刻同大家介绍一下高登之友今日嘅国脚啦。包括連續兩屆當選中國足球先生嘅前中國國家隊隊長吳群立，今日嘅9號隊員，以及前國家隊嘅隊員100號嘅秦國榮，同埋另外一位前國家隊嘅隊員7號嘅李國寧。而高登之友嘅另外一啲隊員咧，通常都係前華星隊嘅退休隊員嚟嘅。今次嘅天下杯足球比賽咧，係由天下衛視舉辦，由麒麟聖煙冠名播出，以及高登之友全程贊助。是洛杉矶球坛的一大盛事啊！好快 ，Vid FC 16号啊，又再长传一个波俾9号，高登两人夹攻阻挡，守门员亦都安全将个波接住咗。其实预示者高登已经化解咗多次嘅危机啊，不过面对最大嘅问题就系 Vid FC 嘅年轻体力啦。开场8分钟 ，Vid FC 又嚟一个射门嘅机会啦。7号仔将个波交俾9号嘅 Tie， 9号左俾一个，右俾一个，即刻就俾佢射入咗啦。靓波啊！而家越南队将分数拉到去2-0啊！我哋即刻用慢镜头再睇下头先嘅 Tie 系点样入呢个波嘅，真系左一个，俾一个，哇，咁就直入去啦。所以话咧，真系拳趴嚣张啊！球赛继续进行啊！喺呢个时候见到100号嘅秦国荣咧，佢哋开始喺度打短打啦。呢个咧系佢哋嘅强项啊！8号传波俾李国宁之后啊，传翻去俾100号嘅秦国荣。唉，可惜啦，后援未到啊！喺慢慢等紧队友嚟支援嘅时候啊，嚟一个假动作避开咗队友，跟住一个大脚就踢入去啦！哇，呢个球好险啊！阿 Ben 就系好彩啦，因为如果有多一个人后补一脚嘅话咧，已经入咗啦。所以虽然两队嘅年龄相差咁远啊，不过咧我可以讲嘅就系啊，年纪大呢一班咧都唔好嘢噶。喺呢个时候咧，越南队又再开始佢哋嘅猛烈攻势啦。越南队15号嘅左翼突破底线啊，高登队50号去阻止另一位球员再嚟包抄，但系咧 Vid FC 嘅球员啊传去右翼，高登再阻，但系啊球员即刻嚟一个假动作，传波去到中路，中路嘅14号射门入咗，球赛分数转眼间咧就去到3-0啦。大家其實真係可以睇到啊 ，Vid FC 嘅球員啊，真係勇猛非常啊，而且射波嘅準程度咧十分之高。其實高登之友咧就已經打得好好噶啦，不過大家都知道啦，喺競技嘅比賽之中啊，年紀就係最大嘅殺手啦。而呢一個年齡嘅差別啊，喺呢一場比賽裡面係更加突出嘅。上半場嘅比賽咧已經去到一半啦，而 Vid FC 咧暫時就係以3-0啊遙遙領先嘅。
呢一场比赛胜出的队伍咧，就将会晋级去打冠军赛嘅，就系同啱啱嗰一场球赛里面啊，以3-1胜出嘅华星队伍对决啦。今次天下杯嘅四队球队就包括有而家打紧嘅高登之友同埋 VFC， 另外咧就系华星队同埋 Invaders 嘅。而家高登之友再次得到一个射门嘅机会啊，一个大脚九号，哎呀，不过咧好快就俾阿 Ben 接到啦。虽然仲未进球，但系已经开始睇到佢哋慢慢越嚟越合拍啦。18号秦国荣又再次揾到一个射球嘅机会，但系哇 ，BFC 嘅守门员阿 Ben 真系好犀利啊！其实高登之友进军嘅机会咧，亦都唔少嘅，因为真系好多好嘅球员喺度，好似李国宁啦。嗱，而家18号嘅秦国荣，哎呀，但系俾越南队咧就攞咗啦。虽然高登之友年纪系比较大啊，但系讲真啦，佢哋好薄啊，一啲都唔会输蚀俾后生仔噶噃。好似呢个波咁，九号嘅吴群立一见到有机会都唔使谂啊射啦，哇，争啲射到天下卫士嘅成种啊！眨下眼，越南队咧又有一个射门嘅机会啦，今次系一个12码。嗱，15号嘅 Lock 咧睇落去虽然系矮小啲啊，但系绝对讲得上系短小精干。不过咧今次就唔系由佢射波，12码。假动作嚟嘅，呢个波咧将会由已经入咗两个波嘅9号去射，一个左弧入去，好彩我哋嘅龙门好嘢，将佢打到出去外面啦。唔好开心住，个波又翻去越南队嗰度啦。你睇下，又大脚一射，不过好彩高登之友咧即刻就将佢化解咗啦。面对住越南队而家拥有3-0嘅分数，高登之友咧都比较被动嘅，不过吴群立咧就唔会咁容易放弃嘅。面对住呢个球员，佢依然系左喐下右喐下，咁就俾佢过咗啦，所以话国脚真系国脚啦，传到去中路，但系哎呀出咗场添啊！我哋而家慢镜头睇一睇翻头先嗰一球啊，其实咧吴群立系真系交得好好嘅，只不过咧有时啊喺球赛嘅时候激动得滞啊，自然就会大力咗啲噶啦。越南队又嚟啦，仲系呢一个九号又入咗啦，泰利使唔使咁犀利啊？慢镜头睇下先。真系准到变魔术咁啊！而家分数已经去到4-0啦。同样时间球证吹鸡，上半场结束。我叫秦国荣，我是83年从上海队去了国家队，对吧？我在国家队待了6年。我是李国宁，我就原来是在福建队，然后65年到国家队，一直到74年。我叫吴群力。是广州队到国家队的80年到93年，主要踢前锋跟中场。有咗3位国脚嘅加入啊，再加埋高登之友里面本身有咁多高手，今次佢哋都未必一定冇机会噶。欢迎各位观众翻到嚟下半场嘅天下杯，而家比赛紧嘅咧就系绿色球衣嘅 VFC 对白色球衣嘅高登之友啊。下半场一开波咧，高登之友就即刻以最猛烈嘅攻势去进攻啊，俾越南队破坏咗啊！唔使惊，因为个波依然喺高登之友度啊。九号当然系即刻就以第一时间射波啦。哎呀，冇入到啊！越南队嘅守门员真系好犀利啊！开场8分钟啊，队友哇跌低都要传个波俾秦国荣，秦国荣第一时间就将个波交俾吴群啦。哇，有机会啦！哎呀，但系越南队犯规，禁区犯规喎！哇，即刻嚟个慢镜睇下先啦。唔使讲啊，呢啲波球证就梗系要判罚球啦。12码，嗱呢个咧将会系高登之友可以拉平分数嘅最好机会，唔好话拉平啦，拉高一分啦。咁我哋就要睇下吴群立啊，究竟可唔可以射到啦？哎呀，可惜啊，呢个波射得太直啦，即刻就俾守门员捉到啦。虽然唔入啊，但系讲真啦，吴群立俾到对方嘅压力真系好大啊，所以我非常之佩服佢。所以我要重新估计啊，究竟足球同年龄系咪真系咁唔紧要呢？好啦，而家去到中场开始啊，越南队又有一个发球嘅机会啦。11号一个大脚，喂唔系嘛？哇，55码俾佢咁都射入咗，真系要拍手啊！好嘢啊！越南队再一次将分数拉开啊！而家嘅分数系5-0，以5分领先啊！其实而家分数5-0啊，好多队伍咧可能都会已经有啲气馁噶啦。但系咧，高登之友绝对冇气场噶噃，而且佢哋打得系更加落力噶。机会又嚟啦，又系吴群立啊！再一次去到底线传中，交到俾74号嘅 Jacob 一脚，哇！入咗啦，终于破蛋啊！慢镜嚟睇下，呢啲咪真系国脚咯！哇，阿 Ben 今次走埋出去，但系都接唔到噶。高登之友终于攞到1分啦！
又一次證明啊，年齡根本就唔係問題。好，各位觀眾，你哋而家睇緊嘅就係天下杯嘅足球賽第二場賽事，綠色衫嘅越南隊打白色衫嘅高登之友。今次嘅比賽係由天下衛視主辦，麒麟盛宴冠名播出，由高登之友全程贊助，絕對係華人球壇嘅一大盛事。而家嘅分數係5-1 ，VFC 係遙遙領先嘅。雖然 VFC 而家帶緊一條街啊，不過佢哋咧就絕對唔會讓賽嘅。而家睇下16號又再嚟一個假動作，即刻避過咗高登嘅隊員，又一腳射入咗啦。分數而家再一次去到6-1嘅。短短幾分鐘，高登之後又再有機會啦。17號，哇，避過一個球員，再避開龍門啊，射去交俾梁醫生，點知一踢踢到個球員。17號再嚟一踢，哇，踢咗落去對方球員嘅手上面啦。而家即刻睇下裁判究竟會唔會判罰12碼啦。哇，你哋睇下華星隊嘅隊員啊，個個都嚟曬支持高登之友噃，順便嗱，梗係要睇下越南隊嘅實力啦。好，而家100號嘅秦国荣咧就要射12碼啦，一脚，哇，梗系入啦！阿 Ben 都估唔到佢去左边定右边噶嘛。嗱，今次咧讲真，高登之友队咧就唔系为胜利而战嘅，可以讲出系为荣誉而战啦。虽然时间只系剩翻10分鐘嘅，越南队亦都系遥遥领先啊，但系佢哋咧绝对都唔会放松噶噃。而家咧17號就攞到波啦 ，Don Chan 一个大脚，哇，又俾佢入到，分数而家系去到7-2嘅。跟住大家喺疲累之中咧，都已经开始慢慢放松啦。而球证亦都即刻吹鸡啦。第二场比赛正式结束。天下杯足球比赛第二场，高登对决 VFC 啊 ，VFC 以7-2嘅大比数赢出，晋级冠军赛。下一个星期咧 ，VFC 就将会打同样系年轻队嘅华星啊。究竟边一队可以胜出咧？咁大家就记住要留意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嘅天下杯比赛啦。今日嘅时间就差唔多啦，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见面啦。